You and I。也是一个海外过来的，听说会讲八国语言。八国语有我厉害吗？是什么专业的呢？好像是网络管理员。网络管理员，俗称就是网管。我们公司800来万台电脑，需要太多了，就管不过来。一个小时5块钱那种。姐，林健。晚上蛮期待的啊，金总长得蛮帅的。哇，林健。怪异。这里是面试的。你来自哪里啊？我是来自泰国，泰国的，我是在泰国毕业的。好的，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。我看你的简历，听说你会八国语言，我喜欢。Yes。哦。Yes。My English is so good, car。你还有别的语言可以再推荐吗？哦。就是说这个。Konnichiwa, car。What？ 那个还有呢？哦。就是我们是需要一个网络管理专业的管理员，就会开机吗？开机就关机。开机。你太小看我了啦，这位先生。你有什么特长？我的特长是，我的特长是八国语言。其实。如果把八国语言用在那个网络管理上，其实用不到，用不到，有一点点大材大用，屈才了，屈才了。所以我是来竞争，不是竞争，我是来进应聘这里的董事长的。董事长，有人跟你抢位置，他有点满了。你有没有可能下台？你说呢？但是很不巧，我们这里就主要负责的就是小姐，谁过来参观？其他也用不到。我们的有点太大太小了。你有没有对于薪水上面的期望？我觉得。我们的有点太大太小了。你有没有对于薪水上面的期望？我觉得。你们月薪100万打底。要不请出去吧。其实就是工资可能会比较低一点，就可能3000块钱。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？我告诉你们，其实我是这个公司带来的间谍。我第一次听说有间谍自曝加密，这就是间谍的间谍。你们公司往我们公司比简直就是九牛，我们确实是九牛，你确实是九牛。知道吗？把你们的视野放宽一点，懂吗？ OK。 这位兄台九牛后，你的公司需要我这样的人才。我就需要这种人。你们连这种人才都看不上，真的。还有谁要来我们公司的？还有谁？抓到了一个人选，没错，拜拜。哦，我是他的面试，哦，我是新来的面试。好，发现。林健，技术。你好。是来面试网管的。啊。我觉得就是这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你是什么？网管过来面试的人，我觉得非常的专业，专业性很高。我觉得网管非常棒。我们这是盘丝洞。我会按开关，我会泡面。够了。我觉得太优秀了。一项会过运动吗？就是其实泡面是一项很好的技能，但是你会烧开水吗？百年一遇。月薪多少？你要多少？我觉得我先当三年实习生吧。哇，太牛了！太棒了！他说什么？我是朱大哥。真的太棒了！夏雨已经坐到我们公司来了，你看。对呀、啊。